你这手指围巾能值几个钱？我送你个项链花了两万。叔叔，九年义务教育教你爸妈偷我妈的项链去献殷勤。你居然骗我，分手。行，这两年住一起的水电费 AA 给我。你头发那么长，费的水可比我多多了，算你一万。有本事的男人都给女人花钱，没本事的男人才从女人身上捞钱。我早就看不惯他了，他要长相没长相，连你老婆一半都不如，我和他出门这些丢人。马上分，他除了给你省钱还能干啥？我们要是在一起，你每月给我10万做美容买衣服，我保证不给你丢人。宝贝，我错了。男人永远觉得别人家老婆因为别人家老婆不爱自己呀。啊，救命啊，有人在这样拐路啊。别怕，我们保护你。那个坏人跟了我一路，我甩都甩不掉。你竟然还穿了外卖员的衣服来隐藏身份，肯定是为了方便作案。你们误会了，我是看这条路太黑，就想帮孩子照亮回家的路啊。所见未必是真相，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美好。请帮我订阅一下哦，谢谢。